轮到是第二棒的承接线，这个球出棒打成在尤里方向的反弹，尤里手抱在怀里传二垒，a safe，没错，哇，现在变成了满垒了。哦，这个球尤里手第一时间，曾陶荣好像也没接得很干净呢。没有接得很干净，说拉多拉了一下，传球你碰到蔡志宇，蔡志宇这才拉卡，现在叫get。哦，你们可以看慢动作，你看看哈。 这个球接到不是接得很干净，多滚了一下，再把球拿好，对方多跑三步。哦，我算这个时间多跑三步啊，那个多跑三步，蔡志宇，你看这个球就裁判也是判得很准。对啊，这个野手选择也可以考虑记一个失误了。